大家好，我是莫仔。要来进行我们的同学提出各位的疑问。对，我们第一位是宰羊的。你以前是那个隔壁校的美术班，那为什么后来会走上音乐之路啊？因为我觉得音乐比美术更可以直接的传达讯息。对，就是音乐传播出去之后，大家都可以跟着唱。可是美术可能就是我以前画画的嘛，就是一幅画摆在那边而已。就音乐的可以，音乐可以更直接的跟人群互动。那我想要就是一个小小的请求，想要听你的这个热门歌曲《未接来电》。不接你电话，因为接了今天晚上会先进去。你现在待在哪里？该不会也同样在我淋雨？门里的有，怎会没有？孤独的人抱着棉被在家。门里的有，怎会没有？说不想念的泪水脏嘴巴。我不敢接起你电话，怕内心语变大，说不为儿女私情哭，只敢内心里面哈。I tell myself wake up， 床上爬起来，花在雨只为注意相似的女孩，眼眶还睁开，其实能跳真真在。哎呀哎呀哎呀，我也不是刻意要去伤害那些女生，但冷漠的心好像感受不到其他体温。好吧，算了，错了错了，原谅我的愚笨。我们在棉被里，我重新开机，喂，简讯传送问候，刷新关机，背景当作伴奏，开机，简讯传送问候，未接电话显示荧幕上，早已疏远的你，为何却又轻易丢来电？未接电话显示荧幕上，你为何却又轻易丢来电？未接电话显示荧幕上，原本在睡个觉，但是什么把我敲醒啊？未接电话显示荧幕上，现在也睡不着了，想起曾经把你抱紧啊？未接电话显示荧幕上，想要的夜里不下雨，不出现你，谢谢大家，谢谢谢谢。除了创作音乐，我们宰羊好像也是蛮会模仿一些。对，真假的？没有没有。那歌曲里面就手机震动，手机震动了。没有，那就好好玩而已啦。说到模仿，应该没有比立冬哥强。哎呦，好潮，好厉害！你会模仿什么？我会模仿那个台铁在北车大厅喊那个广播的声音。好，广播的声音。各位旅客您好，搭乘38384388列车的旅客即将要开了，38384388南下列车即将要出发了，差不多就这样。哎，这边有人捏他鼻子吗？跟想象的不一样，好强！因为我花莲人啊，就常就常我来往这样子，然后常就听到这个声音。哎，你这个不能在北车常模仿，对啊，因为你想大家拿行李说。对对对。哎，可是是什么契机？什么原因会想要就是模仿这么生活化的东西？哎，因为我以前看过一本书，然后他就在讲说，人类语言的发明就是从模仿开始。我们班有黄立行的，黄立行。My God， 大家好，我是 Stanley 黄立行。你有黄立神，黄立神。我 What's Jeff？ 我好像不太在。方顺吉，方顺吉照本人是吧？哎呀，同学，哎，为什么你常常会就是拒绝粉丝跟你拍照？哎呦，哇，就问啊，可是重点，是偶包吗？还是？我希望我的歌比我的人还要红，对，所以有时候就是我还在慢慢调试这个心态这样子。现在应该就是歌跟人都红，对，现在有比较习惯一点，但是
以前的时候比较会有这样的想法。那你怎么拒绝？对啊，怎么拒绝？有点像，比如说好好棒，你去找他。那个，哇，你好 Q 哎、欸！你好，请问可以跟你合照吗？哎、欸，喂喂哦，嗯、哦，哎、欸，什么事？哦，哎、欸、哎，认错哎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哎呦，哦，否认被道具，没有被道具，居然不知道，直接伪装。有时候就是，对对对，有时候可能帽子拉起来，哦，比较害羞一点。那现在戴口罩就比较还，对啊，比较不会有。现在疫情期间，没有，你们脸小啊，有些人脸很大，戴口罩也照样被认出来。同学是有问题，我想问宰阳有没有就是拒绝了粉丝，然后他很生气的经验，或者是一些比较 crazy 的故事？也是，就是有一次被拒绝，然后他就跟踪我一段路，跟到花莲，对对对，男的女的、啊，跟女生没有吧？女生、哦、没有，没有跟到花莲、啊。哦，我想说他还要是买车票，对啊，跟到花莲报警了吧？然后我就在他旁边，各位旅客您好。下次就是调虎离山了。你是在学校里面玩这些还是什么 rap？ 没有，那时候就是来台北参加一些小型的比赛这样。哦哦，你当时他是在有功练里面，就是人人有功练，就是短笛老师那边，然后就是会各种 battle。就是每个人都有参加他们的活动，对，这个就是要慢慢一点一滴来。结果但你的曲风是比较 R&B 耶。对，我后来发现自己没有这么擅长 battle， 我比较擅长做音乐的部分。哦，那刚那这音乐，我一听就是知道是自己做的，对不对？这个曲不是自己做的，不，我说那个伴奏。对对对，有没有？这是行家的对话。两位没事可以退远一点点。哎，对啊，你看你看。因为他用 sustain 的那个 bass line， sustain 就是延长音，咚。那个，但是这个要经过，因为他这个音乐没有经过，对的，就像这一种，够了吗？够了，可以，了解了解，因为他这种知道厉害，你这样自己做音乐是非常棒的，但出来像这种 sustain 级的这种 bass line， 一定要经过 mastering， 他这个是没有经过 mastering。好吧，两位再讲，再更远。Master 我听得懂 ，Master 目前那边听得懂，对对对，他才要离开。所以很不错，非常好，好吧。谢谢先哥。然后就说尝试不一样的东西，尝试一些跟自己没有感觉的东西，也试试看，搞不好找到自己的春天。